上次发了忍者卡卡西的实战，有些玩家说这个忍者不玩分身的话就没有什么乐趣。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次的实战效果。对面这个是贝流乌，被他技能拿到先手以后啊，但是他这个普攻连招有点失误，我们直接一个技能冲过去，他手里没有技能，只能丢密卷或者是通灵。那你丢了个钢盾的话，我解除伞刚好是可以破掉。碰到贝流乌的话，这个忍者卡卡西的分身还是不太好用啊，他有突进技能可以直接穿过去，还有一个二技能可以吸收技能。所以这个忍者我们先按正常的打法，他如果地震我们先用土流币顶一手，这个地方被他吸收了，但是我们有无地震，刚好是还可以拿到一个先手。那他这一波失误，这个忍者直接就没了，快速上阿拉满把他给带走。接着看最后剩一个赵美明，这忍者卡卡西一大乐趣就是让对方猜你的分身跟本体在什么位置，而这次刚好是碰到了没有位移技能的赵美明，所以即便他知道你的本体在什么位置，你也有机会去反应。这边一个分身冲过去，哎，站着不动，他这个时候要选你本体还是分身，这个分身浪费他了一个技能，然后用土力币过去拿到先手，普攻 A 他两下想骗替身，但这个后摇有点大，被他牵扎给插到了。不过他这个基本功不扎实，出现了一个失误，那我们二技能快速拉开，但还是被他通灵拿到了一个先手。看他过来，我们先替身一个土力币过去，站着不动，让他选，哦，他又选了分身，那我们快速一个雷传过去，普攻 A 他两下，反手顶一个螃蟹，他能量条满了，所以说再引出他第二个替身。那我们这个时候拉开身位，然后放个分身过去，他又放了个技能，那我们同样再放个分身过去，结果被我分身击飞了，不过这个距离有点远，我衔接不上。这个时候二技能又好了，我们再放个分身过去，对面可能都懵了，不敢靠近这个分身，结果还是用技能打到了分身。我们先用解除伞骗出他的密卷，放不放，放了密卷以后，我们再用土流币顶一手，二技能拉开，时间马上结束，我们看一波奥义。好了，这就是忍者卡卡西的一个分身玩法，看起来是挺有趣的。今天视频到这里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